我是一人一车一毛子，还有全国的妍儿。嗨，这有好多的牦牛在散步，那还有一只，特别的多。小踏板的车还是开不动，还得我去继续去拉着它往前走了。没有关系，到了尼玛县看看，能不能把车给修好就好了。我们坚强的小踏板又来了，嗨！加油加油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给他们放上。希望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阿里。刚才都走不动了，看我来的时候发现一道光了没有？必须的，心里暖不暖呀？去感受大自然。太阳今天落山了，我们做了一点吃的，继续赶路。现在在海拔4800，从这样的坡上面，我们的车是被这几个大哥帮忙推上来的，小大板的车也被推上来了，谢谢大哥。哎呀，太难了。谢谢大哥，你多穿一点，要冷呢、哦。冷。不冷了。不冷吗？不冷。好用吗？这个。好用。对对对，那个。发动不起来了，挡车。不行了。就一帮小伙伴看到他车坏了，来修一修。走了，继续赶路。这里不累？不累。还有30公里呢。坐标2860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地之树，冲啊！哈，小踏板的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先找一个地方扎营吧。对，路况不明，就地扎营。小孙的一些物资还在我的车上，他已经提前的到了尼玛县。你到，那你可咋整啊？你自己想办法，听到没？你住哪？到时候你给我发个照片。找个亲的行吗？啊，你大哥，谢谢你收留我在这住。我住车子里，他住这里了。行，那我就在这里给你住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啊，我们可以给你做饭。我给你做饭吃，好不好？一起做饭，我们买点水，在这喝点水，做饭吃。家人们不用担心我了，我的厚脸皮让我在这里有一个可以烤炉子的地方住了，哈哈哈哈，太幸福了。我把这些吃的都搬进来了。没有。没有卖盐的，我去商店借一点呀。给我拿个碗。我先去借点盐，看看顺利吗。我们在大哥的家里面住宿了，大哥心地太善良了。哇，谢谢帅哥。哇，谢谢。
走。化倒了，化倒了。咋了这盐都？给盐。我化缘化到的，我厉害吧？盐巴。啊？盐巴我有。盐巴？你有盐巴？你也有盐巴？盐巴倒的。哦，你有那么多盐巴？你没听懂是不是？嗯，确实。大哥今天晚上睡这儿，小踏板睡这儿，我睡车里。是我切完菜了，煮点米。我就是不会才切这个，我才让你。这里有开水，老板说的。哇，倒水，我吃点感冒药。小踏板很麻利的做了四个菜，三个菜，还有那个姐姐给咱们的熏鱼，然后。吃点吧，尝点尝点，吃一点吃一点，放那吧。我那里吃过了，你们放点豆豉，弄点鸡蛋，弄点白菜，弄点肉。好，太好了。也许是心情好吧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今天吃了两碗饭。只要不要剧烈运动就好了，我们5000多都挺过来了，这4000多也。加油。